力。这么认识网红美凤老师 IG 爆红，日跳三战五，近九百万人观看。网红美凤老师日前和 SMRZ 一起合跳《压力压力》，老师跳起舞来超级有自信，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不过，美凤老师其实在 IG 上已经爆红一阵子喽。K-pop 舞蹈的美凤老师在台南开设舞蹈课程，因为喜欢跳舞，一年前开始在 IG 及 YouTube 放上自己舞蹈教学的影片，节奏以四个八拍为主。不管是 IZ、aespa、baby monster 等热门 K-pop 歌曲都难不倒他。其中美凤老师教学韩籍啦啦队成员李珠莹超夯的三真舞四支教学影片，不仅地方妈妈跟着学跳，目前在 IG 上累积近900万的观看次数，猴塞雷啊！而老师跳舞教学的标配就是短袖上衣加三种短裙或短裤为主，律动感十足。这不少网友也会跟老师互动留言，还会许愿老师跳其他 K-pop 歌曲。为什么老师这么跟得上流行？好强，自信就是美。看老师跳舞心情就很好。抱歉，老师这次太晚滑到你了。很喜欢你的舞蹈，很有力也很美。美凤老师没去 aespa 演唱会上跳，真的太可惜啦。Dance 新流意。其实啊，美凤老师的舞蹈资历将近有20年了。老师在 IG 上的简介有提到，希望每个人可以经由喜爱舞蹈，提升个人的气质，增加自信心。舞蹈一直都是我生活的兴趣，只希望能永远舞动青春。